點解我哋夜媽媽會出嚟咧？就係因為曾老闆俾一條布提我哋，佢話：嘉森，在這個地方有佛山最網紅的宵夜店。Oh my god！啱啱先開鋪嘅就九點半，九點幾十點左右蹦叉叉，真係。有幾遠啊？應該唔係嗰啲街鋪嚟噶。老闆，你哋係黃記啊？啊？係咪黃記啊？你哋？嗯。係咪黃記啊，老闆？啊？係咪黃記啊？黃記啊？啊？我老闆。是他才是啊。嗯。老闆啊，有冇打包啊？就係咁嘅人，死啦！我以為係嗰啲大少少嘅大排檔啊，又或者好靚啊，好大陣仗，我以為好似嗰邊有燒生蠔啊，咁樣。買一大攤嘢咁樣，原來唔係，係一部車仔。第一次排隊排到反正幾十年，冇雷區仔咯，買多個小龍蝦，有蝦有海鮮，以前辣料蝦啊蝦嗰啲。我哋都係第一次啊，佢哋話之前啲 friend 話好多人，所以你早啲嚟。係啊，九點幾過嚟兼隊咯。買十一個，我都唔好意思同人哋講，但三四個還是買只你一個人要熟悉嘅。自己搬自己搬。嘿，想問一下，其實啲食材真係有保證嘅嘛？係咪啊？咁穩正，唔正都唔要。裝埋整嘅。唉，買咁滯都唔要啦。有冇試過啲客因為排隊而打交咧？誒，呢啲咪怪人打咗咯。嚟食品都係老闆入。做啊！睇俾我仔爛曬啦。食材是吃得出的，不會說是死的，也不會說是貧死的。蝦我沒辦法分辨，因為它走了油然後再來炒，二次加工的話我不敢說，輕輕走過下油添的了，再炒起身就更加之香。還是兩種配料，一碗豉油，豉油辣椒圈，辣椒行不行？鑊氣味道是不差的，性價比高，一六碟東西九十幾元是很合理的。同埋喺呢個時候，你千祈唔好話介意佢咩冰鮮啊、新鮮啊，唔好講嗰啲咁嘅嘢啊。起碼你望到有咁多人過嚟食，又或者食完冇事嘅，咁啊係咯，就係咁上下嘅啫嘛。喂，大排檔喎，你以為咩啊？啊，你以為五星級大酒店啊？一個人一腳踢兩個鑊，係可以有呢咁多味嘅東西，仲有嘅，不過我哋冇點曬，點解嘅啫？你話佢嘅就座環境點樣樣咧？我要講下嗰啲台咧，臭臭地。呢個好正常，乜乜可能佢洗咗未乾，有可能洗咗未乾，可能臭臭地咁用咗好耐，即係啲就餐環境咧就真係不如理想嘅。但係你過得呢度嚟，你魚 Q 咗㗎啦，係嘛？唔好意思，因為嗰間大燈彎咗，所以而家用阿加格嘅手機店。喺呢一個價格裏邊咧，我覺得佢嘅味道係超乎我想象。呢條街咧有幾間鋪頭嘅，係唯獨係呢一間咁多人排隊，真係吹漲嚟講。各位搞笑喎！夜晚阿媽，我以為佢過嚟排隊，啊見到我哋嘅粉絲，原來佢過嚟玩遊戲嘅，原來啊！嚟睇下你係咪有試粥粉麵粉？點解你哋會即係夜媽媽咁樣走出嚟？呢個係走鬼檔嘅大排檔。係啊，習慣咗啊嘛。環境衞生一般般喎，驚唔驚？唔驚啊！呢啲重得食多大啊？大把人食曬佢。大排檔啊，可以大聲講嘢，舒服啲啊！是很有秩序，我前面那個人呢是拿十一盒炒米粉，但我後面那些人沒什麼原錢的感覺，都是客人自己倒垃圾的，是吧？我剛才見隔離台他吃完就自己將垃圾掃回頭。OK， 等等我們都會執的，一般都會執的。都會執的？是的。即這邊都不用說等老闆去執，他們自己都會的，自己搞定，即是約定俗成的，都會的。這裡做了幾個月而已，幾個月就網紅了。睇戲，我本身下邊就做咗好耐啦，不過俾啲仆街滾嚟滾去，
推嚟推去，我得罪邊個啊？我真係想俾人哋滾。你個車寫就明明得法㗎，我就推啊！你邊打咁隨意，你對住人嘅，我就推走啦！我話啦，你仲推住我去，你啊，你有咩機會？老闆有咩機會？你又唔得法，我冇得罪邊個㗎。一個老闆一個人一腳踢炒麵炒粉啊，兩個鐘頭未停過嘅。咁當然喺呢度咧，秩序好緊要嘅。嗰啲人客咧又係排隊，冇咩大聲嘈喧巴閉嘅地方。而且咧食完飯之後咧，好乾淨咁樣樣執翻落去，幾好，好和諧一件事嚟嘅。總結嚟講，都係為咗揾食啫。老闆又喺度揾食，食客又係過嚟揾食，係一個合適嘅環境，大家一起揾食。